王一梅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的家在上海，你有丈夫有女儿，你是一个妈妈，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，就是要回北京啊？哎，我可能要回趟北京，啊，就待两三天，中午的飞机，我到时候把小初给你送过去啊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大家都要工作的，我怎么带他？他自己在旁边看书画画就行。哎，黄一梅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说走就走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妈的责任心啊？家里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啊？是你爸出事了还是你妈出事儿？我哥和苏苏，我回来再跟你细讲好不好？不是，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自己的日子你不好好过，你老是管别人家闲事干嘛？你要骂我，等我回来再骂，好不好？我就问你，能不能带他两天？公司不是幼儿园，没人帮我看孩子。王一梅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的家在上海，你有丈夫有女儿，你是一个妈妈，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，就是要回北京啊？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？我现在这么忙。去哪儿了？我给你留字条了。我同意了吗？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。你不管他，我只能带走。黄一梅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这是离家出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过，这边的事办完两三天就回去。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，见什么人，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。喂。喂，方总。喂，给我订一张机票，明天最早一班到北京。明天？不行吧？有什么不行啊？我是老板，你是老板。方总，您明天下午约了天狼星的人谈并购。